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又平安的聚在一起，纪念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只等到你回来。主啊，谢谢你给我们开启你的话语，我们看见你话语的三条线，让我们真是宝贝那中心线，我们也珍惜所有补充的线，然后我们更盼望枝叶是繁茂的，叫这整棵树见证是刚强，得胜又明亮，我们全面平衡的来爱你，装备你的真理。主，求主再进一步的启示，你的应许都要成就。你说你要回来，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已经看见所有的预兆，所有的兆头渐渐显明。主，让我们不是有主啊害怕之心，也不是有好奇之心，我们告诉你我们爱你，我们愿意全心全魂全力量全心思的来爱你。主啊，得着我们每一位，无论我们是老蒙恩新蒙恩，但我们认识你是可敬畏的主，我们要等候你的回来，我们要认识你话语的预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早上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说话中有你的同在，有你的说话，有你的膏油，靠主可爱的你，阿门。感谢主，很开心这么快一个月后又可以和弟兄姊妹见面。那这个是不是预期得到的？因为本来呀只邀请我来一次，但是那一次呢，我这个话太多了，没讲完，讲到一半，弟兄给我一个条子，下次再来。我就啊，恭敬不如从命啊！我也很喜欢来，因为来见到我们十五会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无比的开心啊！那所以呢，今天呢、是多出来的一个聚会，那要讲什么呢？还是继续上一次的题目，但是我们在这个题目上内容做了一些的增减。有一些讲过的我就简单列在那里，那有一些重点盼望能够加强。那这个系列是我们十五会所已过初信成全你的系列之一，那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尤其在311日本大地震海啸之后，我就有了负担，在台北的四会所我们也是啊继续进行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也是啊，应该也算是受了十五会所的影响和鼓励，所以我们在那里每套集中，我们也做所谓的基础造就聚会，到现在也做了22篇了。那其中呢，我们呢、从这个311之后，我们就立刻转到啊圣经中的预言，说到圣经预言如何应验。那么总共呢，我们准备大概讲7篇信息，这一部分7篇把它做了完结，而且我也邀请了另外一位弟兄啊做配搭，感谢主。那这一切现在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都可以彼此分享得到，这是身体的时代。我在这讲完才到美国，就有加拿大的弟兄说，哎，我看完你这个信息了。所以这个时代啊，实在是资源共享的时代啊，现在已经不叫世界潮流了，潮流太慢了，甚至叫做世界的脉动，脉动脉搏跳动是身体的感觉啊。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基督身体里我们常有的经历，我们都经历身体的丰富，所以我们身在一地，心在全地。我们虽然服侍一处的召会，一处的会所，但是我们是用全身体的眼光服侍一处的地方召会，就是台北召会。台北召会太大了，46个会所，我们有限，我们服侍一个会所，甚至于我们服侍一个区，服侍一个台。但是我们能够低头服侍一个区一个牌，却要抬头看荣耀的意象。阿门。对岸呢、有一位领导人啊，他讲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他说呢，我们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线，否则拉就拉到台湾去了，没有意象啊就拉错方向了。这个是应用一下。
那你我就应用这句话说，我们要低头劳苦服侍，要抬头看线，记得神生机的救恩是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基督的身体为路线啊，以新耶路撒冷为目标，全由赐生命的灵来完成，而地方召会是其中过程和手续，非常清楚。所以啊，我们来到这个信息啊，盼望能够慢慢借着主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乃是为着神中心的目标。所以刚刚我们海荣弟兄啊，这些信息的交通非常重要。我这一次参加美国这一堂的训练的时候，第一堂聚完会，我就在分享小组里啊说了一句由衷的话。我习惯在所有聚会中，我当场的感受，当场的所谓的 impact 那个冲击力有多强，我就给它分级。有的最高级的信息叫五星级啊，这一篇我听完就是五星级，还不一定是弟兄讲的好坏，当然讲的非常好，而是啊那个信息本身呢、啊、就影响我们。我说我就在分享的时候，我说光听完这篇信息就回去了。值回票价啊！因为这篇信息里面有太要命的东西。那信息到底讲什么呢？啊，今天被我这个信息啊占据掉了，委屈我的弟兄只讲了十分钟，所以我应该啊，哎，还要补充几句话啊，来啊弥补这个亏欠。第一篇信息，读通了，领会了，底下那七篇信息就享受就好了。这一篇信息说到圣经。是我们的标准。我想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宝贝神，我们宝贝神的话。所以主的恢复，我们为什么称自己叫主的恢复，就是主有他原来原汁原味的启示。神原来有一个中心的发表，但是因着人意的掺杂，历史的纠葛，因着人许多解经的错误，而慢慢远离真相，慢慢能岔开了。所以恢复的意思就从不健康恢复到健康，从失落恢复到找回来。所以主的恢复乃是恢复到圣经原来的启示上。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尼拓森弟兄就讲了一句掷地有声历史名句，我背了好久才背了起来，在这里也背过了。我知道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这句话人人会背，一起说，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这句话放诸四海皆准，所有正常基督徒都要说阿们，不说阿们的不太正常，对不对呢？都不阿们，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底下的 comment 才是那个重点的精髓。他说，若是圣经纯正的道，我们绝不因人反对之故而怕传，若不是圣经的道，我们也不因众人的我们若不是圣经的道，就是有的重视，我们也不敢赞同。大家都说对好，我们也不能说对，因为与圣经不合。那么等到我们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圣经总共66卷，1189章，哇，这个1189蛮有意思，中国话更顺，一个一个都可白白得救啊，1189，对不对？这1189章里面博大精深呐、啊，浩瀚无垠呐、啊，这个怎么进入呢？哎，我们若是一头钻进去，就钻到树林里去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弟兄他踏在2000年读经的根基上，自己也花了70年的功夫之后，在90岁左右说出了，他是对呀、啊，美国训练中心的教师说的话。他就是说那种啊，这个最关键的话。他说：“你们在这讲讲什么？你知道我们讲信息啊，讲到哪一篇就是那篇最重要。原则也对，对不对？人讲到一篇，那篇最重要。那事实上，整本圣经的真理还要会分担啊，
不分当不分头尾啊，就没有重点了。里面说到身体，你看义兄弟兄，请你上来一下啊。我们弟兄啊，这个身体都重要，对不对呀？不要说眼睛不重要，眼睛一打瞎了，那么眼睛啊就没啊也麻烦，鼻子打扁了也不对啊，哪里都重要，耳朵聋掉那更惨，那么哪里都不对啊都不行。但是呢，都重要，但是有啊，什么叫做中心线？有啊，枝哎什么？补充线有枝叶，哪里是枝叶啊？手脚是枝叶，啊，手砍断了还活，脚砍断了还活，对不对啊？把头都剃了还活。但是呢，如果是我，那哎呀，这个讲的都太残酷，讲不出来。但是原则上，我不小心拿刀在耍的时候，耍到心脏，完了，这叫做中心线。一中心一来，是不是一刀就毙命？有的人呢，哎。不会跟人打架，打了半天呢，人家打的全身呢、啊，哎，这个都痛，就是没有毙命。有的人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下就倒地了，这就是高手。所以呢，换句话说，他有中心，他有目标啊。从这个比喻你也能领会，谢谢。那么，所以圣经啊这么大一本书，你要抓住中心是什么，然后补充是什么，然后枝叶是什么。但是说啊、哦，有中心，抓住中心，其他不重要。我们一讲啊，就容易偏。人是容易偏的，但是神是全面平衡的。但是那个要命中心不一样。你说啊，枝叶不重要，就好像一只鸡。你说我们吃的是鸡肉，皮毛不重要。好，那你有没有看过一只鸡从小长到大没有皮没有毛的？它长不出来。那种肉你也不敢吃，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对不对啊？哎，你要这只鸡啊，好最后好吃，一定要皮毛长得特别圆润、特别光泽的，这才健康，对不对啊？所以你我教会生活要健康，我们的实行根据圣经应该是啊，枝叶茂盛。如果这棵树是枝叶都是枯干的、掉光的，和泛黄的，那这个枝叶我看差不多完蛋了，对不对？表示不行光合作用了。一个正常的树，哇，骨架清楚，枝叶茂盛啊，然后呢，营养充沛，哇，它就长出所有的目的来。简单的说，这篇信息就给你点这个点，这个没有70年功力，加上1-2000年的根基，长不出这个道来。所以我读完我说值回票价。好，那这里说中心线是什么？也很好记，你死记很难。中心线说这个抓住了，其他原则上就有了，这叫上游工业呀、啊。这个没有就心脏丢了。好，那这个是什么呢？感谢主啊，枝叶这个线，中心线的线头还是回到神的话。圣经是独一无二的标准，所以第一个是神的话啊，我们天天要有神的话。但是呢，有一次李庸的跟我们讲几句话，我很开窍。他说啊，我们读主的话，首先要读出神来。如果你读主的话读到末了脑抽筋了啊，脑发胀了啊，换句话说都是道理，这个读经没有益处，跟读经典差不多。他读圣经就要读出神，因为圣经节节句句都是启示神，而且启示这位三一神。然后打开圣经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说读的时候，主啊，起初神，谢谢你，我一起初就遇见神了，我有神我就有起初了。哦，你是创造的神，那神就读出来了。你读每一节都要读到三一神，或者都要遇见三一神。如果读圣经没有遇见神，白读。所以这就是圣经的中心线，对不对？读出神，而且发觉这位神不简单，这位神是三一神。说三而一都还不准确，讲进去又是一场特会啊！是三一神，有三方面的讲究，却是一位神，有分别却不能分开。所以呢，读圣经，你看这是中心线喽、哦、啊！读出谁？中心线，对不对？那么读出这位神呢、啊，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这个旨意、目的、计划，读神、读他的书、读他的话，不要糊里糊涂，要知道他有旨意、目的、计划。这个总称叫做经纶，神的经纶 ，oikonomia，economy of God，
神的经文。你看容不容易啊？是中心线，读一打开圣经，首先我要遇见神。那遇见神在我这上，就要读出主啊，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有计划，有目的，就是神的经纶。那经纶中心是什么？他的经纶，他的事业，他主要中心是什么？哇啊，主要中心一个叫做分次，就是要把他的丰富、他的产业、他的生命做到你里面。所以这几个，那是李优那一次的谈话。他说：“我们读主的话，第一读出神，第二读出神的经纶，第三读出神的分次，第四读出神分次的结果。”读清楚了。好，那把这四点套到这一个中心线，清清楚楚。第一，要天天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天天不离手圣经。阿们吧，圣经要带在身边，不是保平安，那是迷信啊，是为了得生命。打开圣经，第二读出神，三一神要享受，要导读。第三读出怎么样？神有旨意、目的、计划，总称叫神的经文。阿们。第四呢，读出神的经文的中心就是分次他的自己。好，那么怎么分次？知识体大。这一位荣耀的神、丰富的神、追测不尽的神，怎么做到你里面？我常说，高高在上的神如何做到低低在下的人里面？圣洁荣耀的神如何做到污秽败坏堕落的人的里面？所以他经过过程，他经过过程，经过救赎的过程，让我们和他的间隔拿掉，这就是基督，对不对呢？神。这位父神或者这位神，天上的神要来到地上做人，道成肉身就是基督，他是经过过程成为包罗万有，所以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神要做的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独一的神啊，经过成为人叫基督，他成功救赎，除去罪恶，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到了第五个中心线，对不对？叫做什么？那灵是生命的灵。换句话说，这位神在天上不能做到我们里面，这位神来到地上的主耶稣还不能做到我们里面，他还是与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今天如果主耶稣还在地上，我们就要到巴勒斯坦地，到耶路撒冷见他，可麻烦了，对不对呢？感谢主，他又进一步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无所不在，所以他就成为可进入的神，成为可内住的神，成为可享受的神。这个用英文讲啊，比较有味道一点啊。英文我每次听到这里我就很喜欢。他说这位 Triune God pass through the process， 经过过程，然后成为怎么样？成为 enterable， 这个是加个 able 很好听的啊。enterable 就可进入的，原来这位神不能进到我们里面，现在成为可分次的 enterable。Dispensable， 都叫什么 ？Eatable， 你知道吗？可吃的 ，Drinkable， 可以喝的，Breathable， 可以呼吸的，还有 Digestible， 可以消化的，哎呀 ，Enjoyable， 可以享受的，反正你加个 able， 什么都是 able 啊，都 able 都是五扣零啦，所以弟兄姊妹，我读到这，我真的那天是我很兴奋，我主啊，我再一次被 reconfirm 确认了，我是有忠心的基督徒。一读圣经就要读出三一神，就要知道神要做到我里面，怎么做到里面？哎呀，所以才要包罗万有的基督啊，他要来成为人，把自己做得丰富，丰富之后怎么做进去？他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我所有丰富都在灵里。今天我们只要呼求主名，哦，主耶稣，这个过程的丰富都分赐到我们里面，它不只成为流质，它成为气，能够不断的做到我们里面。所以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这清楚一点没有啊？所以啊，我占据了这一堂的分享，但这一堂太重要，盼望弟兄姊妹还是要有意向。
那这样你看清楚了以后，你就看见，我再讲一遍啊，哎，读圣经要读出中心线。第一个中心线就是神的话自己，对不对？第二个中心线读出神话，句句话都带你到神面前遇见神。所以读主的话一定要敬畏，一定要带着敬虔，更好是跪着读，跪不下去也要带着虔诚的心。第二，读出神遇见神。第三，哇，读出这位神经过，他的目的是神的经纶，经纶要做到我里面，为了做到我里面，他就成为经过过程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为包罗万有的丰富，他是为了进到我里面，死而复活，向我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就是他成为可进入的神。阿门。那这个分次达到目的了，对不对？达到经纶的目的，但是还没有产生结果。分次要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叫做身体。一分次的结果，我们种植力成为一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但这个结果还是今天时间里的目标，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教会呢？教会是补充的线。为什么？因为教会它是众地方教会，我们在这建造的是台北教会、十五会所、四会所、几会所，我们全地众教会都在认真建造。至终呢，身体被建造起来，至终呢，心腹预备好，基督耶稣可以回来，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清楚吧？这就是中心线，其他的都没什么好计较，与中心线无关的，与永远无关的，不要计较。所以教会生活啊，买什么样的房子啊，买什么样的冷气，不要太计较。哎，我就看过买冷气不照我的牌子买，我不聚会了。哎，对不对啊？买个什么哈、啊？你听过吗？买垃圾桶，哇，一个长老聚会为了买垃圾桶可以开整个晚上。有个姊妹看不过去，跑出去买了三个垃圾桶，不同的垃圾桶。她说我奉献给教会，你们不要吵了，分给你们，怎么用都行。这当然笑话一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所有在地上的争论都是为那小事抓狂。你我要为神永世的经纶来抓住重心线，其他的实行都是小事，否则你认识这个就不会有分裂的事了。好了，那我用掉一些时间了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